哦，佛光普照。这个是加拿大吸引你们来玩的，你是本钱呐、啊，对，不然谁来玩呢？下次单独来不见得有多好天气哦。哎，天气多好啊，蓝天白云，耶，漂亮漂亮。哇耶！哎，这冰到哪了？有有，造冰。棒小冰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了，再看一下。等一下。哎，啊，不是很深。哇，这很深哇！小心啊，这有冰水耶！好、这就是湖了耶！对，好好，是冰水耶！好，来来来，啊，狗拉雪橇了！哎，我狗了！我们拿出去啊，讲得好！这个是个对，哎哎，这个狗，哎这个对，来拉雪橇，拉雪橇！哇，我这最老吧，最老，雪橇了啊！最老吧，都想要，哦哦哦哦哦！有没有？啊！他怎么搭不到？又搭不起来，肩膀不行。好了吧？有些贵宾听说过，就讲有，往往出事的都是高手，滑雪也是高手容易出事。出事什么呢？他就觉得这个普通滑道滑了没意思，他去当中禁区去滑，要刺激。有时候什么会撞树而死，滑雪会撞树，因为他到森林滑道的时候，他转弯，特别到下午。你的人有点累了，你的反应不是很敏锐的时候，速度太快，咣撞到树上，那六七十公里的速度让你撞一棵树，你没有任何防护的，人就在撞，哦，很厉害。那我讲的是攀岩。好，来看看这里，罗杰斯 Pass， 看罗杰斯峡道，哎，冰河国家公园，看到吗？有，哎。哦，风吹的。另外那个，我不是也找吗？他们到隔壁那栋去了。就你们找不到我了吗？对呀、啊。结果我们就下雨，在我坐车子手里面下，出来一定好。出来好，我们对呀、啊。从前那边做冰马拉湖冰钓，就是在上面钻个孔，然后呢，哎，在那里钓鱼，哎，钓鱼啊、哦。这里很多水上船屋了哈、哦，这是加拿大水上房屋之都了哈。哦，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湖区有那么多水狗呢？主要是1858年呢发现金矿呢，在飞沙河上游发现金矿，很多采淘金的工人来到这里啊、哦。那么他们呢在这里呢从地里呢发掘他的财宝，但是他要吃要用，所以呢就吸引了牧民啊、农民啊来到这里什么开垦土地，种植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和水果。那这样子呢是最方便，对吧？然后呢也没有花啊，太阳也不多，会不喜欢。如果你夏天来到这里，气温啊非常舒适啊，然后呢日照时间很长啊，大家呢在外面可以做很多户外活动，很棒啊，很棒。哎，这冰面上有脚印啊。这块湖区哦，那个曾经有一段路哈、哦，由于那个水啊，湖水啊侵蚀了地基啊，使那个公路塌陷了一块啊、哦。塌陷了以后呢，这个路呢只能单行通，单通道了啊、哦，双向不能通行。然后呢，他要派一个人呢在那里呢，那个站岗啊、拿着一个交通指挥牌啊、哦，那么又会放这边，又会放那边啊、哦。大家在沿途呢都会看到过这些啊。哦，那么今天现在已经修好了啦。好，各位看。哇！佛光普照，佛光普照啊！阿弥陀佛。我们第五天的旅程，现在要装行李了。
哇，佛光普照，佛光普照，美金啊，佛光普照啊，感谢感谢，佛光普照。这是我们昨天住的旅馆，婆婆住前面，这是整个四回字形的，像四合院。这个是前面第一排，啊，婆婆昨天就住前面这一排，一楼，美金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不准冰箱。我们要离开了。哎，在我们回到房间，把电视机抬起来，放在电视机下面。哎呦，藏着这么好，厉害！好，水果市场。啊，水果市场 ，Fruit Market 嘛，宜西省的水果啊。嗯。宜西省的。哦，佛光普照。小型的嘛，都 OK 了。哇，这个有点凉凉的风吹过来。动态的，对啊。我刚出生啊，你刚出生吗？好，双腿不够吧？你上来拿你。哎，大哥，我的海关，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要拍吗？小慧，脚拍一下啊。拍一下，拍了啊。啊。转一圈，你们在定嘛？你跟我外头跑，真的不行。但是还要等拿数，哎，数相机，大哥，相机拿照，在这里。来，陈哥哥，啊，来，小慧你来了，小慧来了。我们是要放枪炮的来，来，上面那个山上的那个啊，这几块给白宝呀？嗯，不知道哎。啊，像这，哎，是不是？好，拍下来。好，我也放不出来。你看美金，你看美金，把那个脚看呢？上去国外，上去好一点了。现在已经控制也不好。来，照一下，谁是来啊？来啊！飞机啊，照一下。太平洋的你了，别进来啊！客商的。大众情人，大众情人。再这样哈，把他关到那个男的房间里去的。哎呀！哇！目标，唱吧，唱吧，大声唱吧。是大悲救苦救难，这真是世人间幸福。